老板娘在干什么？在当奴隶，给他弄超脏的。喵喵。哇，水水。喵喵。坏小猫。新猫砂。哎，没有什么大便啊。清掉啊。哦，你清了。呀。哎，想干嘛？你跑出来，我很困扰。要等着去结扎了，好吧？好吧，喵喵。还没，等一下。啊？这边在爽吃，这边在扫地。爽吃。医生说他大概七八个月大，那时候就是因为在发情，所以才把他抓起来。对啊。所以要等结扎，下礼拜结扎，下礼拜结扎。现在放出来了。你说结扎是不是人类的那个？什么？自私。它如果生越多，它的种族才不会消失啊。对，所以它才会一直繁殖。像我们的话，我们就是太安逸了，所以就不会想要繁殖。No。那今天回家繁殖一下吗？屁耶！有人会想看这个吗？可能有吧。这是直播室，直播场景，这是客人做的牌子。这是 IKEA 的画，然后86WR8，德利卡的新车业务手，然后 YouTube 牌子，这个我还蛮喜欢的，这可以开灯啊，不电，这是 Game and Watch， 这是一个涡轮的夜灯。龙珠雷达跟泰山做的七龙珠，24677颗。然后这是贝吉塔，应该是。还有时间停止器，这是 Sega。然后这个是上次那个帮教练的签名，这个是我去日本Toyota博物馆买的六束狗骨头的排档杆，还有复古的回带机，这是粉丝送的。不知道。嘉奔啊。你喵。不是啊。他吃饱后我们去吃了。不是，我收起来了。拜拜，我们要走了，明天见。喵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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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拜拜哦。你抓沙子干嘛？来上厕所，我要拍你上厕所。少女羞耻 play， 拜拜。我礼拜天来加班了，我要回家了，拜拜。怎样啦？好啦。怎么可能？我多啊，啊结扎。快了快了，还剩四天。好紧张哦，好可怜哦。对啊。帮他买很多东西耶。啊，我看你上厕所了，拜拜。好，走。好，先开这台。马可，马康，太厌世了，人家到时候叫我全部剪掉。好，那钥匙开，开门。之后需要什么营养？
功课哈。说就是那个。做功课吧。你大美国第一天会晕眩。你说结扎完哦？对啊，他第一天可能就会摇摇晃晃的嘛，然后他就会觉得自己身体很奇怪，然后他可能去连去尿尿都很困难。尿尿都会困难。对啊，因为他要跳到猫砂里面。哦。然后他更不可能跳到二楼去吃东西，所以他可能都要在一楼。然后可能他的窝就把它放到一楼，让他可以趴着休息。然后就是定时的喂他吃。定时。对啊，就跟他吃点东西。那下班怎么办？下班就隔天来啊。下班就休息了吧。对啊，下班就让他休息。吓死我！我还以为他陪他睡觉。就一二三，可是礼拜六那天可能就只有我会陪他，第三天可能会比较好一点。然后买了那个术后营养罐，鲈鱼加鸡肉馅的，它是那个4%-98%的鸡肉，配备很多呢。本来只是小时候偶尔来喂喂它，现在变成还买了猫笼、猫粉、猫砂，还要结扎、看医生、身体检查，还有术后照顾，还要术后照顾，很可怜呢、欸。这么罐这么大的已经很可怜了。那我们每次啊，就是每次看到它，我都觉得心很痛，是那种认真的心。那就结扎完就把它放掉就好了。就觉得它被关起来好。结扎完放掉，搞不好他还是很可怜的。对啊，然后又想要说，如果放在外面，然后被别人欺负，然后……啊，我知道了，就送去给人家领养。送去领养。是这样吗？可以这样吧？可以啊，可是阿呆没有养啊，对吧？怎么养？怎么养啊？每天都在上班，那怎么养啊？还是他不是把他关在房间？他可以没有啊？就等于是说，你知道，等于说我们礼拜天的时候就没有去门口，就叫他下班带走，然后上班带来。对啊，对啊。對啊哦就是可能，例如说，好，他如果一到五，他不想带回家。我问你，那这样他还不是很可怜？为什么？你还不是把他囚禁在一个小房间里，不是一样意思？可是他就有人陪他，有阿呆陪他。他好像没有想被他陪的感觉。我觉得他比较想要在外面跑来跑去，他没有想要人家陪。我也想，我也觉得他想在外面跑跑去。对啊。那就让他在外面跑跑去。人类的自私。还有26个位置，每次来都停着。哦，这个以前哦，它是可以用悠游卡，有没有？对不对？这个我要干掉一下。以前它是可以用悠游卡，然后你进去 B 嘛，对不对？出来就 B 就好，都不用去交钱，对不对？现在它变民营的，就变成那个车牌辨识，你知道吗？然后车牌辨识就变成你要缴钱，就变成要去排队那个缴费机，它缴费机好像又很少排，你知道吗？它好像就在二楼有而已。然后他缴费机又很少排，然后就变成要排队。以前用悠游卡都不用排队，直接 B 就出去。呀，眼睛要看找车位啊，很细啊。我是属于那种现在 B 1撑到不行，才会去 B 2。我们绝对不会有一次直接冲下 B 2的啦。我跟你说，他这是那个吧，油电车的。哎，这边有个位置啊。这不是油电车的啊？不是、欸，送啦、啊！今天信义区很空哎、欸。Lucky day。你隔壁其实还有一个。对、欸、对，他要走了、欸。Today is my lucky day. Good。没有，他不是要走啊，挺好。没有，我是说那边还有个空的。我们就会撞到柱子。要帮你看吗？我还真的回过柱子。开这个 Macan 其实已经不算是大台休旅车了，可是我觉得它这个位置设计是很小，它这有时候你停进来有没有？你看像我看隔壁超近，所以我要停斜斜的，没有办法，要不然没办法下车，我一定要停斜斜。时钟会有声音哎，对啊，会咔咔咔咔咔。对啊，什么还蛮大声的，感觉是从音响那边传出来。到了。
是礼拜天晚上要点很多菜，因为从起床到现在都没吃东西，现在已经5:30，5:40起床到现在都没吃，所以每次礼拜天晚上要点餐都会点很多。沙曼什么？哇，沙曼，马沙曼，我喜欢沙曼沙哎。马沙曼牛肉。我看到这马铃薯真的想吃，最近在戒那个淀粉，所以现在看到马铃薯嗨。然后这个是综合食蔬，对，还有那个软壳蟹沙拉，软壳蟹沙拉，嗯，好好喝哦，嗯，甜甜的，嗯，那咖喱甜甜的，它是儿童口味啊，然后马铃薯没有很松软，它里面还保持着脆脆的，这蔬菜分量有点少。嗯，你们分量比我想象中还少。那菜有点少，可是它炒起来香味还不错。有点没有吃过的味道，甜甜的。它吃这种菜，我喜欢吃它那个铁锅，然后大火快炒那个香味，但是一般的家里很难吃得到。对啊，这蔬菜的分量都要四个人吃的。好啊，我把它推过来一点。金钱虾饼，软壳蟹，嗯，很酸，然后再加上炸的很香。广州蟹这个酱超好吃，而且它其实不辣吧，你吃应该不辣。然后这偏甜，那个虾饼啊，炸的中间一圈，然后甜甜的圈，很好。嗯，好烫哦，好烫。哦，嗯，放那么久了还很烫。但我有点不太敢吃了，它柠檬鱼非常的豪华。嗯，这到底是什么鱼？头尖尖的，这到底是什么鱼？整块，香菜为什么都被挑掉？怎么样？我就想把它捞回来，香菜很好吃哎，泡菜超香。牛肉我觉得炖得刚刚好，可是酱太甜。其实这牛肉啊，其实有时候不是软就好，它有的软以后，可是它的那个牛肉里面是干干的。其他的菜都比你想象中的还要小。所以其实不用担心点太多，它这一份菜我觉得应该比较接近三人份。三个人，因为它我觉得它这一份菜四人又太少。三人，因为金钱虾饼刚好一人两个。三个人的话一人两个，因为有六个嘛。对啊，所以我觉得这饭的设定，菜的设定是大概三人份左右。蛮小的。对啊，超小。我们应该算是不太会吃鱼，因为我看真正能吃鱼的人啊，连那个什么下巴、眼睛啊、手啊，全部都可以吃得很干净。我妈小时候都说你要多吃鱼啊，你看那个谁谁谁，然后他家就是很爱吃鱼，每一餐都有鱼，然后所以他们都很会念书之类的。是不是跟基因比较有关系？我不知道，可是我小时候是听这种话长大。对啊，小时候都说吃鱼很健康，所以吃鱼比较聪明，是我妈都给我吃鳕鱼，然后就长大之后才发现，是因为她自己很爱吃鳕鱼。哦。然后小时候还说，哦，你筷子啊，不能拿太前面哦，不然你会举到邻居。邻居。所以筷子拿越下面。你举得越接近你家之类，嗯，不好吗？所以我就拿，拿得到。不好，不好吗？如果万一你附近又没有你喜欢的女生，那你当然要拿上面一点，不是吗？所以我妈都很习惯用这种东西教小孩，就上次那个喂小狗那个一样。说，哎，我如果不在，你下课要记得喂恰恰。如果你没喂的话，它死掉了。
你也不要担心，你就先冰在冰箱，等我回来再处理就好，有没有？我忘记了。所以我妈小时候也会说，比如说你如果西瓜籽或是橘子的籽吃到肚子里，它会在你肚子里面发芽长大，感觉是你妈妈会死，那你就死掉。然后小孩子就很认真的一颗籽一颗籽肚子，我觉得这对你有用吧。可是有时候会有阴影啊，你会一直想说我刚刚吃下去到底有没有籽，你就或者是你不小心吞了一颗籽，你就会很担心说我肚子到底会不会长树。我觉得是对你有用，不是对每个小朋友有用。你最好是你小时候那么聪明。它只有虾子跟香菇而已。哇，好甜哦，原来那么甜。我妈有甜吗？对啊，超甜的嘞。觉得真的泰国口味有点，如果这是真的泰国口味的话，我真的觉得这个汤真的味道有点重，它就是又我觉得辣还好，它就是又甜又甜又酸又咸，我觉得咸味道很重，我吃完它会水肿，感觉就是酱不是汤。哦对，它那个比较像酱。我刚倒了这个，对，不刚好，唯一里面味道最淡的应该是金钱虾饼。哦，对，真的，菜也还可以。哦，菜的话还蛮刚好。然后里面的虾子有菜贝，我把那个肠子拉出来，还是旁边的水菜。不过它这样开了贝，其实就蛮容易吃，用嘴巴就可以吃。你刚不会是单手拔的，它这样就可以咬了。我没有这个技能，我没有这个技能，因为我觉得这样吐东西感觉，你的真的那个线上游戏没有点这个技能，因为我觉得这样子边吐虾壳有点丑，所以不太喜欢。丑跟手弄脏的话我选丑。或者是综合百汇水果冰，里面是什么？么么哒哒。么么哒哒。然后下面有冰沙。冰沙。有啊。对啊，就冰沙，对啊，就冰沙而已。这是什么？上面是什么？椰子泥哦，椰浆。嗯，椰子浆。看看。哦，下面西米露。柠、檬的味道。所以他们泰国人有吃仙桃。叫什么？叫什么？不知道，还没有吃到。红红啊，外面也有，外面熊熊的。我跟你讲，我第一名喜欢吃这个，这个。但我不知道它是什么。我还是喜欢吃非常派的毛毛渣渣，因为非常派的毛毛渣渣上面会放绿豆。哦。那绿豆去壳的那种，嗯，椰奶加仙草很好吃，比的看起来就好甜的样子。第一点我超好吃，好吗？好甜的，哦，给我，好难吃哦，你的很难吃耶，我的超好吃好不好？好难吃哦，酸酸甜甜水果味，只有柠檬的味道很酸，没有甜。哦，好精准哦！我的椰奶好好喝。笨力，我的椰奶才是真的好吃。哦、吃完你的再回来吃我的，我觉得我的好好吃哦。好腻哦，还有吃饱饭的还在喝奶的。红色的国旗。国旗啊。来喝的是亚达子哦。红色的国旗，亚达子，亚达子哦，嗯，你说透明的那个吗？对啊，透明的，就是每次人家碰到他就亚达亚达，亚达火，亚达子。里面我最喜欢吃红毛丹，红毛丹是最好吃的。红毛丹就荔枝啊，我不要。场面的话说那么多，因为我光吃这就很辛苦了，这个你要吗？好啊，好，今天吃2600。
较不会。今天没有哪一道菜觉得建议人家来一点金钱虾皮，软壳蟹吧。软壳蟹跟金钱虾饼，还有烤石猪，没了。很普通哎，我是觉得都还不错啊，这味道是比较重。我觉得不合不合你的口味。不合。但我觉得你如果吃比较重口味的，应该是还 OK。我还是非常菜那种，也很重口味。你来这边一直也非常菜，你不要笑，想他们会给你钱。我提了几次。对，我提好多次哦。我觉得可以来试试看啊，如果是如果啦，我不知道啦，有吃过，因为我们去吃过泰国。哦，因为我们本来如果这是正宗的，我们本来两家在学，一家是香茅楚。香茅楚，下次有机会来吃。如果是五颗星的话，你会给几颗星？三颗吧。我3.5。然后。点五的点在哪？就比你的体验好一点。哦。对。好吧。然后，如果那个再访率，你会给几颗星？不知道。我觉得是，除非有人就要来吃才有机会。我们应该不会自己再来。不会，应该也没有朋友了。就是那种假设有朋友要来才可能会觉得、啊，好吧，我吃过了还也 OK 这样。对，还是你会强烈拒绝这次的聚会？你会说不要，不要吃那个，我要吃别的，我才要去参加的聚会，你会这样吗？不会不会不会，我觉得哦好。就是对啊，就搞不好没有，因为搞不好朋友觉得很好吃，对，所以就还是 OK 啊。朋友觉得很好吃，我就不会泼他冷水，可能不会自己来这样。对，我不会泼他冷水。但是如果是你要来的话，我就没有必要了。我应该也是不会主动的。那如果我邀你来这里，会啊，你会？为什么不会？哦，好吧，你要求我去哪？天涯海角都去了。有屁嘞，不是这样吗？那我们一起去地狱吧。不是，我们早就已经在地狱了。这个地球就地狱。对，我们在地狱。然后那个，你的结尾好长哦。结尾是在聊天当中自然。哦，好。你又不是在拍个节目，拜拜。你又不是在拍个节目。好了，可以走了。好，你还要说什么？你刚刚忘了，我刚刚忘记我要讲什么。你要说什么？下次见。被我有人要看我们的影片吗？我都很怀疑。我觉得现在可能点阅率5000吧。5000吗？我觉得没那么少了。我觉得是基本盘，老板娘有出来，这基本盘应该至少5万的基本。没有，你看你的直播才，例如说你的直播可能说才30万、欸。因为直播很无聊，直播是在讲声音的。我们两个讲话也很无聊啊。所以我觉得大概5000吧，差不多5000点阅率。反正我们就弄一个看多少人看再决定，看有多少人看我们再决定要不要继续拍，因为其实拍摄是很麻烦。我觉得拿一支 GoPro， 然后觉得好像不知道是拍三小，嗯，有点丢。然后要吃饭还要先那 GoPro 拍一拍，又没人逼你拍，奇怪。没有，我只是想试看看说这样到底有多少人看，对，有多少人看，会不会有人想看之类的。哦，好了。对啊，我只是这样。那如果低于多少的话，那你他这个5万吧节目，哇，这么高哦。5万很高吗？我觉得有1万。你到底有没有在看我的频道？没有。我觉得有1万是很厉害的耶。像我的频道里面，如果是低于5万的，是属于那个大烂片吗？对。很烂的片，有时候觉得废片都超过5万。有哦。没有，因为我有在旁边。我觉得水瓶座还是有潜在的那个。没有。潜在的表演基因。没有。我觉得有。我就没有。有，你有。但是。You have, I know。但是我觉得。I know you。没有。I always know。没有，水瓶座没有。没有。I always know。拜拜。拜拜，好了。为什么要跳呢？这很酷哦。完了，我开关，打开震动，它震动，然后，哦。
震动力超强的。会震动。买羊驼干嘛？以后要绑在家里啊！好残忍哦！你杀了羊驼，哪一样？对不对？没有。要不然呢？它是活着的时候。活的时候被干掉，活杀死，没有活活拔皮。没有，活的时候剃的啦。哦，不是把它皮拔下来。还有一只哦。你买这羊驼干嘛？因为只有两只吗？有三只。哇，你买它干嘛？为了以后我要买一只真的羊驼来做那个。没有，你买假的就不能买真的了，你不知道吗？没有，那没有，我说真的是要那个跟等身大小那一种的话，就可以不用养真的。哇，好残忍哦！这人他买一只羊驼做人标本。我屁耶！我是要好好养它，好不好？我是要好好的照顾它，等到以后我好像死掉了之后，就可以养一只羊驼了。拜拜。Peace。